你就一电脑坏掉啊，然后他就开始自己摇，然后他不是摇，他只要摇个零点几公分就可以就好了吗？啊，结果他不小心用错电脑，然后他开始摇十公分，那整栋一就垮掉了。十公分是什么时候的吗？不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讲的还像是我盖的一样。你就看到整栋一厘怎么垮掉了，一厘自己垮掉了，看起来太欢乐了。